视频的网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H48 Seven Senses。大家好，我是 SH48 Seven Senses 的味觉担当阿 k i l a 赵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even Senses 里面的对，嗅觉担当 Kiki 徐佳琪。你在意我人情吗？在意。我好羡慕你人气。可能这个人自己觉得自己人气最高了，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我人气是最高的那个想法里。海外网红没有了，加油！海外网红，希望大家能海外网红已经膨胀了，希望大家能多买我们的碟，加支持我们 Seven Senses。也希望海外的粉丝也可以对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加油！而且就是27号那天首秀，就我们是在梅赛德斯，然后那个场地的话，居然能有很多我们，就是大概三排吧，满满的 Seven Senses， 我就突然觉得就好开心哦。对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出道呢，我们就能拥有这么多。心态也越来越好，然后就是会越来越努力的。那表，但是把压力化成动力，我觉得更。